好，两位好啊！还记得我们过年的时候玩过一个游戏，是 S 姐，最后因为无法体验，记错了游戏。是是是，玩错了啊！你说那个戴耳机，然后讲语，用嘴巴的字形让对方猜的嘛？对 对。然后我完全比酒画脚嘛。然后嘴巴死不动。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比手画脚，没有人在讲话的。是，因为这游戏是最近大家蛮流行，就其实用嘴巴戴，互相戴耳机，用嘴型来猜对方写给对方的字。哦，猜出来，猜出来啊、哦，看嘴型来猜，但其实大家讲出声音，所以大家可以听得到你讲话是什么意思。OK， 好。哦、okay, ，那我们就先挑战的是 S 姐，先让我玩好了啦，因为我上次没玩到。好，那我戴咯。好，你要先让 S 姐先猜嘛。我先让 S 姐猜我的题目嘛，好，所以我就讲话。好，好 ，OK， 现在戴哦，耳机加耳罩，有了，有了，声音可以吗？可以让我讲话吗？等等，我觉得我听得到啊，你讲话。S 姐，你再讲一次，往后推一点，我们往后推一点，我们往后推一点，你要讲话吗？我们往后推一点 ，OK， 我们往后推一点，你也出声音吗？我们往后推一点。OK， 好好好。题目在 S 姐后面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准备喽。来，请打开。爱你老师，爱你，爱爱爱爱爱爱你，以你，以你，以你，你你你爱你，爱你老师。爱你，老师，老鸡，老师，老鸡，爱你，老师，爱你，老师，爱你，老师，答对了，我有，来，我爱，我爱柳丁，我爱老师，我爱柳丁，什么什么，我爱柳丁，我爱柳丁，柳鸡，柳丁，柳丁，我爱柳丁。加油！两题了吗？对，两题了。一代，等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一代不如一代，慢一点。一代，你一代，一代，慢一点啦。一代，一，你一，一代啊，代，代他，代他，十代。一代，他一代不如一代，他不一代不如他不如你，一代不如。时间到了，可以拿下来了。答案是一代不如一代，好难哦，这好难哦。我真的猜对，我爱柳丁。对，然后还有一题我也猜对，对不对？爱你老师，爱你老师，爱你老师，爱你老师这么难的，我都可以猜对。对啊，好，换你猜。哎呦，厉害哦，两题哦。一代不如一代太难了啦，因为那个嘴型都一样啊。是吗？这个，换我这个。好，要反过来了哦。大声一点，不然他会听到。我听不到。他听得到。为什么？你刚刚听得到吗？一咪咪，我听得到我自己的声音。好。好，来，可以。开始。五五声。五五声。哦，五五声。五五声。甲朝南。下酒菜。甲朝南。下焦。甲。下大。甲。大。甲。炸。甲。什么？差假炸假下上下，假朝假朝南，长久长什么了？快点，我可以。假朝南，擦到他，假朝南啊，假朝大身材。长奶，长第一个字了，假，胀，假，长，假，胀，
什么？茶。甲虫男。十。超。九。八。甲虫男。六。什么？四。一个字一个字，第一个字。甲。茶。时间到。可，不对吗？时间到了。时间到了。时间到了。你很烂啊你。是什么？你很烂的，你自己看。甲潮男，对呀、啊，这么好猜。你甲很难，甲太难发出来了。甲，我刚我爱老师，这个莫名其妙，我都。好、哦，爱你老师。我们第三个题目其实更难。下面吗？好想回家，旁边只有大头鬼。超难。这个你应该明知不会玩到，但是你就是想讲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以为玩得到，我想到甲潮男那么好猜，真的很酷、欸。我听不到哎、欸，好难哦、喔。这游戏好玩吗？甲潮男哦，好难哦、喔。怎么智商感觉超低的？好难哦、喔。哎、欸，阿张，谁输谁？我赢了。我输了。对啊。哎，惩罚是什么？没有处罚，你要处罚想一个。没有处罚哦。弹额头之类的吗？还是？好啊。哎、欸，不痛哎、欸。欸没弄到，没弄到，没弄到。什么跟什么？你也太不爽了！你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啊？